七七的那一种。七七七，对。啊，我中奖了，这样子。안녕하세요저는마카오번입니다네오늘은마카오에대해서알아보도록하겠는데요많은분들이마카오는카지노만하는곳이라고알고있잖아요근데사실마카오는카지노뿐만아니라여러특별한것이많은데요그게어떤것이있는지현지인과함께알아보는시간을가져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네그러면오늘현지인친구가나와있는데요你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吗안녕하세요저는허미야라고합니다可以叫我미야对啊，今年24。是不是你在韩国留学了？之前我是大学是在台湾念的，然后再去韩国交换半年。真的跟电视剧里面看的差不多吧，都很注重外表啊，然后一定要化妆之后才外出，然后很喜欢到各国去玩，因为最近澳门多了很多韩国的人，casino 也很多。因为我之前在酒店里面工作，经常都会遇到韩国人。对比中国大陆的来说的话呢，就是韩国的会比较好。都听说韩国的欧巴就是很照顾女生这样子，细心，对她好。嗯。澳门男的呢？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呀、啊，不会像韩国的那一种那么好，可能是电视看太多了。他们好像是男性主义比较强嘛，就是大男人要保护女生这样子。但是澳门跟香港地区就觉得男生跟女生是平等的啊，男生做到的，女生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什么女强人啊、女汉子啊，那女汉子对。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都会发那个福利金，好久之前是6000，然后升到现在是8000块吧？一年8000块啊？对，是的。出生就8000了？只要你是澳门的居民，有身份证就是可以拿得到这个钱。对，是的。这么好呀？对，因为我们的税收很重，就是赌场那边的税收有很高的比例会给政府。所以政府呢，每年都会有很大一笔钱就用不完，就是用不完之后就会把钱退给你这样子。其他的呢，还有补贴什么你的家里的水费、电费，政府每年每个月都会补贴你一点点，100块、200块这样子。200块。对，就是水费啊，还有像是什么我们现在这边有两种的医院，一种就是公立的，一种就是私立的。我们普通人去看病的话呢，就是不用钱的。不用钱吗？对，就只是你要去排队，因为都蛮多人的，可能2-3个小时左右吧。对，像是你感冒呀，对，感冒发烧、发烧、肚子疼，你去看病就不用钱。不用钱了？对，生小孩也是，只是你是自然产的，就不用钱这样。65岁以上的老人的话，我们也有那种养老金。养老金，对，就每个月给你钱。一个月多少钱呢？大概5-6千左右。5-6千啊？对，坐公交车政府也会补贴，像是原来是3.2块，然后如果你买那个交通卡，交通卡的话就是2.5块，好像老人是3毛钱。三毛钱啊？好像是，然后学生就是1块。学生1块啊？对，学生是1块。对。这边就是跟香港差不多，就是没有办法买到房子的。年轻人想要买的话是不太可能，租金也很贵。外国人来这边生活也是一个人生活应该不行了，3个人、4个人、5个人这样一起生活起来才能买得到，不是买房子就是租房子。网络说是7万，但是我觉得不是。有些人是超过7万，就是平均的，不是所有的人。地产啊，跟保险业，跟赌场业的人收入还真的很高，名车很多。对，名车，澳门真的很容易看到名车，你可以晚上去，晚上很多。本地人很少，因为我们这边，如果你在那个赌场工作的话呢，你是不能进去那个赌场的。好像公务员也是不能进去。对，公务员、什么警察啊、消防员啊那些都不能进去的。我们这一辈的很少，
我没有玩过，因为我不会。那你有没有看到中奖的人？我之前在酒店工作的时候，有些客人会跑过来跟我说啊，我中奖了这样子。我之前那个客人是玩那个叫做什么拉的那一种，然后噔噔噔噔，七七七的那一种。七七七，对对。啊。Yes. I can't believe that. 对，那一种，他说他赢了40几万吧。哎呦，这个也很大呀。还好吧。因为有一些玩那个扑克牌的那一种，赌的还更大。那个电影的发展真的很夸张，就之前不是流行什么日本的、台湾的，最近年都是韩国的，都是韩剧，我自己也看很多。最近很多人学韩语就是因为看韩剧。是네지금까지마카오에대해서알아보는시간을가졌는데요좀많이알게되셨나요오늘이렇게도와주신미아씨에게정말감사드리고요다음에한번또뵙도록하겠습니다안녕